要。嗯，这个呢？师傅，徒儿不开玩笑了，您说。昂难啊，师傅我重病在身，你下山到城里帮为师抓上一副药。师傅您保重，徒儿这就去。且慢，堂堂啊，你从小就和为师在山里长大，没去过城里，有些事你不懂。哦，去之前为师要嘱咐你几句，到了城里不能像在山里那样排泄了。啊，在山里是施肥，在城里那是随地大小便，要罚款的。那师傅，我要是想方便怎么办？你记住，要方便了就去找公共厕所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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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城里就是好，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过几个头上长毛的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肚子有点疼。哎呀，前面有个警察叔叔。叔叔你好，请问那个啥来着？公共场所怎么走啊？啊，什么？公共场所？嗯。那是公共场所。好的。哇，城里人就是有排场啊，拉个屎这么大的门面啊。哎呦，我不行了。喂，先生，你的票呢？票？什么票啊？这就是票啊，你得买票啊。啊，这你们城里人做这事儿还要买票的？废话，你看他们不都是有吗？喏，那儿买票去。你好，我买票。哦，120。啊，120日元啊？小鬼，你搞事情啊？120人民币啊？不是吧，都说你们城里人黑，这一次就要120，师傅一共就给了我250。哎，你烦不烦？买不买？不买走人。大爷，请问随地大小便罚款是多少啊？好像是300。哎，你买不买呀？扯啥呢？120、300，大爷我买。给你。哇，要我说城里人就是靠谱，知道我拉屎没带纸，还给我一张纸，还有花纹这么好看。大爷，我比较黏，一张不太够，你再给我一张呗。120。啊，哇，你们城里人的 GDP 就是这么来的吧？我不要了。那你看，我有了，我进去了。哎，慢着。干嘛？票拿来。好了，进去吧。你干什么？我已经不够擦了，你还要撕一半去？你这人有毛病吧？我不行了。不和你废话，不够擦我就用手抠吧。哇，城里人就是牛啊，拉个屎这么大的电视机看啊。哇，城里人就是牛啊，上下几千个坐便器呀。我不行了，我去。找个位置先。就说城里人开放吧，这种事儿还男女一起，不要脸，还这么亮，我怎么好意思嘛。小姐。你他丫才小姐呢，啥事儿啊？这个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？啊，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对，小弟第一次来，没有经验，多多关照。哦，这样，等一下灯会暗下来，屏幕上会放出画面，就开始了。哦，这样啊，我说吧，不能这么亮。行，谢了啊。真是给劲儿啊。喂，先生。哎呀，干嘛？我忙着呢，各管各的。先生，你干嘛？各管各的。
先生，先生！哎呦，这种时候你落哪门子科？干嘛？先生，你咖啡倒到我脚上了。想看更多搞笑视频，欢迎添加糖糖的微信公众号认真天收看，扫一扫二维码或者搜索微信号 RZT317 添加，么么哒。